那你呢？你喜欢哪一只？还是也要有一样的颜色？你们一人一样的吗？基隆市议员曾怡芳分送小朋友可爱的铅笔，作为儿童节的小礼物。欢度儿童节，七堵区堵北里长谢孟汉特地举办亲子活动，希望增进亲子间的感情。基隆市议员曾怡芳也大力响应支持，并且分送可爱的铅笔给小朋友们，祝福大家过一个有意义又快乐的儿童节。那每年小朋友最期待的两个日子就是自己的生日跟儿童节了。那今天的儿童节活动，谢里长让小朋友们自己发挥创意，自己创造课表，那也增进了父母与小朋友之间的亲子关系。那怡芳也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，那学业进步，未来的在求学的阶段能够顺顺利利。好，4月1号我们举办一个儿童的一个亲子活动，那社区其实都没有在办这些亲子活动，那从梦幻开始以后的一个老中少，我们都会办一些活动来促进社区的一个休闲娱乐，这是社区以前没有的，那后面梦幻也会越来越认真做这一块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儿童节快乐。在这场亲子活动中，里长也非常用心安排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合作，制作自己设计属于独一无二的干燥花年历和行事历带回家，欢度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